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干啥呀？俺们几个抓人去？那有空子吗？小驴能有空？行，来吧。哼，扇子妈跑的是真快呀！ 找点客户啊！图西族和胡图族。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。世界末日就要来了。什么？ 咱们打个建模啊！我们是一体的。你可以干，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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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操，他不回头，居然！我预判了他的回头，但是他却没回，所以这波我们闪现。其实我没想摁闪，那闪自己出来了，是谁摁的呀？回到原点。我真的是没想摁，怎么回事啊？再打一波吧呢？ 再收一波兵，这鞋都买不起，别回家了，这就划了你，回家呀！ 闪现白闪了，要不然这波可以尝试一波击杀。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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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划了，回血，试试看能不能换吧，换不了就拉倒了，也没得办法。 关键这建模还没交闪，他要交闪现，我这波都不亏。来个兜蓝剑吧呢。他一个人头，我们没有人头，等六杀吧。前期应该不太好杀了，我估计。我没闪现。 看看建模出什么装备吧，我估计应该是875。剥夺他们的生命。两把长剑可以。来，重新划了。 都划破了链儿，下下下，闪一下走了。回血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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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有闪现，靠！ 现在有些人肯定会觉得我崩了，啊，有些人肯定会这么认为，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边，他将会死得很惨。
可能不信，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边，他会死得非常惨。我们空前绝后，因为他已经杀了我两把了，这个人100%是膨胀起来了。现在肯定觉得肯定能打得过我，随便打了啊，装备也随便除了，假装走了这一波，其实不走，可以蹲他啊，他打不过我们。我们解脱了，这里不会有眼儿吧？等他放技能啊，两段扣放完，我们就杀他。我们永远就在。好，直接上。我说了，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边，他会死得非常惨。他们会恐惧。回家，1700。1700，先来这个。我们是一体的。算了，就这么出吧。这把不先出木印了，这把先出血印，先把血印给做了。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，听见没？世界末日就要来了，抽一下，直接链住，挠挠挠挠挠挠，闪现挠挠 ，W 一开挠。无限杀他，因为他没有闪。这挺吓人的，这他们构成了无法接受的风险。看看能不能吃他一层塔皮啊！160，可以。为什么赵信就没来过呢？那狮子狗、峡谷都打完了，你说你这样我怎么整，兄弟？这波等一下啊，钻草丛，等他放技能。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扣过来，跑了，不好上，杀的不一定能杀得了。1500。先插个眼再说呗，右边插针眼，看他插没插眼。他们的存在是个错误，吃狗屎，在这堵着他回家啊！我估计吧，他不能回家。
就在这等他。没回，直接上来。挺害怕，我有点盐的。特命点燃，老一点，你在干嘛？他有传送。直接走吧，这边不走可能会死，他有船，我们走了。回到原点，血色之印，先出这个，然后我们再来个皮海，这把我决定来个攻速海。西地海我也不除了，我来个攻速海，先跟他打对线，晚点再去杀对面 AD， 要不然梦魇的英雄 C 不起来。先把对线打明白。哎，蓝有了，把蓝打了，去对面野区掏一掏，把对面野区都给他掏没。先打个蛤蟆，再打个蓝，别放 Q 啊。剑魔可能搁这里边看我，他人不见了，我不知道他去哪儿。这波他敢出来，直接杀他，放一段钩就开上，跑不了。直接就挠死，一顿挠。我们这血色之印攻速太快了。试试看这狮子狗能不能杀啊，差不多了，来 Q E 开 W 了，老死了。把塔拔了吧，狮子狗也去死了一波，然后蓝也被我收了，哎，这有三狼也被我收了，蛤蟆也被我收了，赵信的那个等级应该能压制他一点了，差不多。我们就把红收了。谁把你打的就剩一个大鸡人了，兄弟，这可忍不了啊。中路可以试一试，躲他一个 QE 就可以了。没 Q 着算了，那赵信也不过来。不行，这得闪，不闪容易死。等着啊，辛德拉，正好炉灯没了，直接上。
Double kill.哎，为什么我刚才 R 过去 Q 居然 Q 歪了，是怎么回事呢？不应该 Q 歪了的呀。哎呀，回家我们对呀，我在 R 的过程就放 Q 了呀，是在 R 的过程就放 Q， 但是怎么歪了呢？我就 R 到人那一瞬间，我夸放个 Q， 老歪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完成我们的使命。我现在没有大，等我大招好了呢，我就杀了辛德拉。那边等一等啊，别着急，收一下。他要跳谁呀？他不敢跳。走，我们去下路带线去，看看谁落单了，我们就杀谁。只要谁敢落单，对不起，这个人已经死了。别让我看见有带单的人，包括这个狮子狗。我现在就是鬼，只要你旁边身边敢没有人，那你就得死。不来人的话，我就推塔。不来人，我攻速可老快了，我跟你们说。来来不来。我上高地了。剑魔来了，那剑魔不落单了吗？剑魔来了。我说了，你别落单，你别让我看见你有一个人出现在地图上面。开个 W 就挠挠，吸血来。把红打了去。嗯，红呢？要谁打了？要不来个收集者吧，把收集者除了，除完收集者，我们幽梦，这个夜印之风，先打个蓝去。69秒一个大，说实话有点慢。正常现在我们14级应该是40秒一个，我没有出吸地还。谁落单了？剑魔又落单了，杀！给我杀！他们会恐惧。哗！越！别落单儿！不要一个人带线，这就经常跟我们经常那个。父母跟小孩说的是不要给陌生人开门，知道吗？别落单儿。狮子狗在干什么？给我找到他，搁这里呢，来找他。哎，跑上面去了。我戳他。哎呦，哈哈哈！
有点意思啊、哦。跳蛋可以啊，这跳蛋，哈哈，这跳蛋。我是鬼，那个一个人收线儿。回到原点，他们的存在是个错误。直接空中放扣，不要等落地再扣，直接空中放扣容易空。我上回那几回都是空中放扣空的，那扣老空。晚点把鞋换了。下路还敢来人带线，我发现你这都是没死过呀，是吧？你知道知道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？知道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不？我让你知道知道。他敢一个人还收线，谁这么猛？我操！闪的有点快，没跟上。世界末日就要来临。等个14秒啊！这波可不好上，看看辛德拉到底有没有沙漏啊！算了，没打出来伤害，跑了。跑得有点快啊、哦、没事，下波没闪现。哦，动作好快啊、哦。狮子狗好像可以杀，不行，杀不了。走，找卡莎去。没闪现啦！啊！没闪现啦！我们超越了时间，300秒一个。看看你有多少个，这打大龙啊，对呀、啊、咱先来个夜印之风，51秒，我应该出个九头蛇，这样滴滴快一点，正常20来秒，30多秒一个，然后把鞋换了。这卡莎基本上他复活的时间要比我们的大招还长一点。先打个蓝去。47。
但我们不能自己硬冲啊，直接自己往上冲一定会被人集火打死。虽然我们装备很好，还有沙漏，我杀了。我打，我杀这个。这剑魔行啊，这剑魔搁这干哈呢？这剑魔，哎，这都没打死啊！那剑魔搁这传送传传三秒钟没给他打死啊！我天哪，什么呀？剑魔这都没死，我是真是没想到，什么虚区呀、啊？这是，看看那卡莎搁哪呢？哟呼！面对面传送，他可能感觉他是带着点盐，哎，这种情况会发生的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些高最高级的选手，嗯，就那种些打职业的，可能也会犯出。